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係包裝大勝啊，但係雜雜聲啊，出邊創建群英啊走上去，埋邊淺藍衫紅眼罩，仲有領航傳奇啊，咁啊出邊咧紫色衫啊麒麟啦，內欄綠燈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響內欄位置紫色衫啊皮具之星啦，出閘唔算好快嘅信心滿滿將佢趕過，後邊三隻大道之正勝利猴王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飛輪轉王嚟噶，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就係外邊位置嗰只麒麟啦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就領航傳奇啦，第三位創建群英啊，內欄第四係綠燈啊，第五位仲有包裝大勝啦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咁啊皮具之星咧就紫色衫內欄嗰匹嚟噶，響出邊仲有信心滿滿啊，後邊三隻大道之正飛輪轉王啊，包咗落尾嘅馬咧係嗰只勝利猴王嚟噶，過咗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都仲係外邊位置麒麟啦，入邊係領航傳奇啊，咁啊再見到進佔內欄第三就係呢只。綠燈啊，第四位騎緊啊，創建群英啊，不過都褪緊啊，咁啊再見到第五位啦，皮具之星喺入邊，咁啊再出嗰邊信心滿滿啊，騎翻著咗嚟上咗嚟，咁啊等入邊嘅馬咧，仲有大道之正掟出去大外檔飛輪轉王啊，入正直路啦，領航傳奇拋離咗個零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綠燈追緊，出邊皮具之星喳喳聲個勢相當勁啊，後多層啊馬入邊啊大道之正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嚟皮具之星啊，綠燈喺第二位分裂三四位嘅馬，仲有大道之正同埋領航傳奇接近終點，皮具之星潘頓先拔頭籌，贏到甩曬啊！跑第二名嘅馬大道之正啊，第三係綠燈，第四係領航傳奇啊！今日先嚟潘頓第一個 win 呢只皮具之星啊，遠遠將對手掟甩曬，咁啊而跑第二咧，以為係綠燈嘅時候，嗰只大道之正咧，你見到蘇兆輝大邊大邊殺落去，啱啱終點前。將綠燈趕過咗，搶到個第二、第四名都零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嘅馬再大大啦，中間極速之星膽大威猛啊，外邊位置粉紅衫仲有進黃星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四五位啦，咁啊仲有閃耀光芒啦，咁啊第五位到啦，紅帽嗰匹啊，藍衫就電訊飛彈啊，出邊天外驚天就騎咗上去啊，咁啊再後啲嘅馬啦，外邊啊火轉喎，大約尾六紅衫嗰匹啊，咁啊再後一層嘅馬啦，先都再大大褪咗落嚟啦，尾四怪獸豪俠，尾三勝利之王，尾二得力寶區包尾嗰只係白面通嚟嘅，好啦，開始轉彎啦。進黃星順利放到出嚟㗎啦，第二位膽大威猛啊，天外驚天啊，第三位元蘭慳咗好多啊，第四位仲有電訊飛彈啦，中間極速之星啊，黃衫黃帽外邊嗰匹啊，仲有閃耀光芒啦，後多層火轉亦都係大鵝檔追啲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進黃星仲係佔先嘅，膽大威猛追緊佢，再見到外邊閃耀光芒啦，出邊火轉亦都追緊啦，內欄嗰邊仲有電訊飛彈啊，最後一百米進黃星仲係佔先嘅，中間有呢只閃耀。光芒上緊，出邊火轉嚟啦！最後一百米，外邊火轉攤著咗，中間閃耀光芒，內欄仲有進黃星，出邊得力寶區過終點，潘頓第二 win 火轉啊！跑第二名就要影啦，粉紅衫進黃星，五號黃衫係閃耀光芒，咁啊姗姗來遲追上嚟嗰只咧就得力寶區嚟噶，咁啊結果呢只火轉其實都好遲先至攤著啊，亦都乘住入邊嘅馬放到七七八八啦，結果容天鵬。潘頓攜手合作贏咗兩面，係啦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銀子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馬，中間藍區寶今次快翻啊！出邊係時時滿意啦，再見到第三位戀在你心啊！第四位內欄夢想成金，出邊粉紅帽啊上進之星啊！尾二係平常心啊！暫時殿後灰馬出閘唔算好爽嗰只咧就銀子嚟噶，接近呢個八百米段處啦。藍區寶入邊今場啊快翻啊！外邊時時滿意啊拍住佢啦！第三位戀在你心，內欄第四夢想成金，出邊第五粉紅帽上進之星，尾二平常心包咗落尾嘅馬，仍然係灰。買嗰只銀紙嚟嘅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資序上都冇乜點樣喐過噶啦。藍區寶就帶住時時滿意，內欄第三就係呢只夢想成金啊，兜出邊咧粉紅帽啊上進之星啦，再見到中後搭嘅馬平常心啦，粉紅眼就褪喎，係嗰只咧咁啊亂在你心，大愛當係銀紙嚟噶。好啦，最後三百啦，藍區寶仲係佔先啊，時時滿意就二搭未有難喎，咁啊喺呢個中檔位置出邊上進之星大隻過佢好多啊，進佔第四位仲係平常心。最後一百米啦，外邊上進之星就越騎越有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咧，藍區寶響入邊，出邊平常心似乎都過埋只時時滿意喎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上進之星。
縱使兜住出邊嘅路程咧，咁啊走多咗腳程，但係一樣能夠將後邊嘅對手掟甩啊！藍區寶似乎第二機會高喎，出邊啊，準備十一大熱，好嚟一開閘向上游咧就慢咗少少啊！前面快馬有炮子彈啦，創高峰啦，咁啊再見到內欄就線路光明，中間咧仲係投資有利啊！出邊第五位紅眼罩玉成精彩啦，中檔第六位嘅馬咧仲有神氣英雄啊！內欄藍三出就唔快噶，美滿將來慢慢已經走咗上去啦。出邊仲有金樽一號啦，向上遊響貼欄紅三嘅，中間橙三尾五到啦，係樂天派嚟噶。後邊四隻生生性性勇敢動力極爽啊！暫時包尾粉紅三係滿貫自由嚟嘅，轉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豹子膽咧就放頭啦，第二位外邊係投資有利啊，內欄第三線路光明啦，出邊第四仲有創高峰啊，內欄第五藍眼罩美滿將來，紅眼罩第六位咧仲係玉成精彩啊，後多針嘅馬啦，內欄紅三白鼻梁咧就向上遊啦，攞出去外邊有神氣英雄啊，樂天派橙三藍帽亦都慢慢移出去外邊追噶啦，響佢外邊有生生性性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仲係呢個豹子膽，好似仲有享受喎，咁啊見到中間投資有理啦，藍眼罩追啲美滿將來啦，出邊紅眼罩再玉成精彩啊，外邊追樂天派上緊，最出仲係生生性性啊，最後一百米樂天派已經透出啦，外邊追佢嘅馬有生生性性啊，內欄散唔曬喎，只豹子膽接近終點，潘頓今日第三面樂天派贏啊，跑第二名生生性性啊，第三名豹子膽，第四名係美滿將來啊，咁啊結果嚟到今日第一場嘅草地賽事，即使係第四場啫，呢只樂天派成就了潘頓，今天攞得第三面，第二名三五啊！好，你一起步的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轉飛龍快閘喎，內欄沙張金剛啦，出邊電子兄弟又快閘喎，中間白衫大約四五位咧，仲有佐治勇區出邊長長勝啊，第六位運來多寶，內欄第七綠色衫仲有喜傲龍啊，出邊位置永遠美麗出閘唔算好快，依家外搭嘅粉紅帽粉紅袖嘅，咁再後邊仲有爪王戰火啦，紅眼罩尾五咧，紅衫嗰只帝豪寶寶啦，尾四海船再來，尾三馬上王啊，打近邊尾二咧就係嗰只樂家福啦，包尾嗰只係黃金風速嚟噶。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啦，前面電子兄弟放咗出嚟跑啊，佐治勇區咧就第二位，埋邊第三位咧仲有沙張金剛中檔第四，就係嗰只轉飛龍拱埋長長勝出去，大外檔係永遠美麗，同埋嗰只咧就帝豪寶寶啊，入邊偷位上咧仲有呢只爪王戰火啊，鬥到嚟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埋邊電子兄弟仲佔先少少，沙張金剛喜傲龍一齊上緊，出邊有永遠美麗，後多層嘅馬咧就轉飛龍，外邊追緊仲有呢只帝豪寶寶，最後百零米。永遠美麗，外邊逢馬過馬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！後邊追上嚟，有帝豪寶寶入邊電子兄弟第四揸沙張金剛接近終點，永遠美麗潘頓今日第四 win， 而呢匹馬亦都係一出即勝啊！兜咗個大彎嚟跑，似乎真係蔡若翰啲馬咁，點跑佢都贏啊！外邊追上嚟跑第二係帝豪寶寶，第三放頭喎電子兄弟，第四沙張金剛，佢大熱就係九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前面快內欄位置係圓圓動力啦，中間幸運傳奇啊，出邊有印水紙淺藍衫，外邊咧就全民皆知啊。灰馬第五位咧就係嗰只禪勝寶區啦，內欄第六啊，有呢只喜廉衛星啊，馬林中間啊黃藍直間三嗰只咧就迎藍啦，大約跟住個第七嘅，喺外邊仲有極速飛彈啊，後邊五匹馬飛馬將軍閃電啊，尾三出邊係華卓情啦，後邊兩隻紅衫係赤馬紅峰啦，內欄暫時殿後係神州飛區嚟嘅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就圓圓動力帶頭，印水只係跟住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內欄有幸運傳奇啦，出邊係全民皆知啦，第五就閃。聖寶區啊，第六位出邊粉紅衫、粉紅帽，仲有極速飛彈啊！內欄位置咧就係紫色衫嘅喜廉衛星啦，黃藍直間衫咁啊，騎緊咯，係迎藍嚟噶。再後邊噶嘛，有華卓情響出邊，內欄飛馬將軍尾衫紫色衫係閃電啊！後邊兩匹馬分別係赤馬紅福同埋神州飛區啊！咁啊轉緊彎咯，圓圓動力啊佔先少少嘅，全民皆知就上咗嚟第二位啊！咁啊第三位嘅馬啦，外邊閃聖寶區啊，出邊仲有極速飛彈啊！馬林後邊咧咁啊～見到有呢只就喜廉衛星啦，揈出去外邊追，有迎藍啊，出邊極速飛彈大外檔華卓情同埋閃電嗰啲馬入正直路啦，禪勝寶區啊透出咗，外邊迎藍追緊佢啊，再見到後多層啦，入邊有印水紙中檔追，有極速飛彈出邊係閃電啊，最後一百米到禪勝寶區仲係佔先啊，迎藍一路追佢，迎藍外邊追緊禪勝寶區，睇個勢都過埋噶啦，迎藍已經係將禪勝寶區壓到，贏取潘頓今日第五 win 啊，第三名極速飛
蛋，第四名是閃電啊。咁啊，結果容天鵬今日贏三隻，暫時潘頓贏到第五 win， 就喺呢只型男啦。終點前將禪勝寶區追過。咁啊，至於跑第三名嘅馬咧，埋邊極速飛彈粉紅衫嘅，出邊係嗰只閃電啊，大熱係六啊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搶咗前面走喎，能文能武嚟嘅，內欄有呢只紅中烈馬啦，風繼續吹響第三位啊，外邊仲有天外飛天啦，後多層新境界啦，出邊位置仲有為你鍾情啊，最出黑衫綠色帽咧進佔第五位啊，係威之星啊，內欄啦，咁啊紫色眼罩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美之妙啦，灰馬紅龍啊，咁啊後邊嗰四匹馬啦，紅褲之王就拍住請不要問啦，尾二黃衫係龍來了啊，暫時墊後咧就係嗰只傲龍區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頭嘅馬係能文能武啊，跟住第二位有天外飛天啊，再見到第三位出邊啊威之星，第四位內欄咧就紅中烈馬，一對粉龍衫，中檔係風繼續吹啊，外邊就為你鍾情啊，咁啊外邊位置走咗上去嘅馬咧，黃衫黃帽就龍來了啦，馬林中間紅帽揾緊位就係新境界啊，走入邊嘅馬咧先見到有紅褲之王嗰啲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能文能武就拋離咗個零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追上嚟有呢只就威之星天外飛天啊，入邊上緊仲有紫色眼罩個美之妙啊，出邊追係新境界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仲係能文能武啊，但係中間紅中烈馬天外飛天一齊上緊嚟，入邊位置仲美之妙啊，最後一百米紅中烈馬向埋邊，出邊係天外飛天，第三名嘅馬咧出邊衝上嚟係紅龍啊，第四名就近啲啦，要影相啊，有能文能武同埋只威之星啊。過終點嗰一下咧，就似乎呢只紅中烈馬應該係贏得到啦。外邊三號係天外飛天啊，係九啊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埋邊位置八卦咧，就一馬當先搶噶啦。中間有紅運大師啊，出邊有文明之星啦，巴薩諾亞就最出嗰只啊。大家跟住個第五位智慧神區，第六位新力寶啊，出邊第七仲有卓樂人生內欄，第八就好玩福星啊。後邊四隻戰意啦，尾三就逆市奇巴啦，後邊兩匹馬萬眾力得啊。暫時包尾嗰只係白色帽嗰匹咧，就醒神嚟噶。過曬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放頭嘅馬係巴薩諾亞，響佢入邊第二。位咧就八卦啦，第三位文明之星啦，內欄第四，咁啊有呢只智慧神區喎，出邊卓樂人生，再見到第六位中檔就紅運大師，第七出邊戰意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先見到新力寶啦，抄出去大外檔萬眾力得啊，馬林中間穩位咧，仲有暫時包尾嗰只咧就係醒神嚟噶，好啦，最後三百啦，八卦同埋智慧神區都騎得好緊要啊，中間文明之星呢個時候上嚟啦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先見到紅運大師咧醒神啦，逆市奇巴亦都追啲啊，最後一百。百米到啦，文明之星一路压住入边智慧神区，进占第三位咧，有鸿运大师同埋醒神啊！今日潘顿第六 win， 文明之星赢啊！跑第二名智慧神区，第三名醒神，第四名系鸿运大师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文明之星咁啊，都系有运啦，有势啦，跟到一个好位，直路上面出头，而压到嗰只都系初出马智慧神区，一只由包尾追上嚟嘅醒神，第四名鸿运潘顿啊，十三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，電路九號咧就暫時喺個包尾嘅位置先。睇翻前面嘅馬啦，合衝共濟放，知道再勝就第二位啊。咁啊，第三位嘅馬埋邊啊，烈風啦，第四位灰馬進龍區啊，出邊美麗喝彩四搭，咁點好咧嚇？依家咁啊，再見到後邊啦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咧，仲有紅運泰斗嚟噶。內欄第七有何不可，白衫白帽第八位咧，仲有駕勢奇巴。後邊嗰六匹馬啦。黃龍福將金哥兒天行健喺內欄藍眼罩嘅後面三隻咁啊，分別有超勁寶寶啦、電腦九號內欄添喎，尾二啊，咁啊隔離拍住佢咧係包裝太保，仲好大隻添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就合衝共濟，擠嚟咗大約有個零身位度啦，分裂二三位嘅馬，烈風響埋邊咧，知道再勝就第三位啦，第四位外邊美麗喝彩，灰馬進龍區撳住響個第五啊，後邊嘅馬駕勢奇巴啦，攞出嚟紅運泰斗啊，掟埋出去嘅馬，仲有黃龍福將、電腦九號咧，咁啊響內欄包尾喎。好啦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合衝共濟仲係佔先少少，烈風中檔上嚟，知道再勝追緊，出邊灰馬仲有進龍區，大外檔係紅運泰斗啊！最後二百米到，烈風透出啦，外邊進龍區追緊佢，中間仲有知道再勝，係好多層嘅馬咧，仲有紅運泰斗接近終點，潘頓今日第七 win， 烈風啊！第二名嘅馬鴨上鴨落喎，嗱第一眼睇咧，進龍區係似鴨落去，
但係埋辨知道再勝咧就好大隻嘅，有得影啊個第二、第四名咧，應該係出邊嗰只紅運泰斗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上拼上勇慢咗啲啊，前面快嘅馬都好多隻啊，包裝長勝中間啦，內欄包裝智威啊，咁啊外邊搶嘅馬有加州德信、美好世界，最出咧係嗰只馬佬嚟噶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啦，灰馬係銀池啊，響出邊好好心得啦，外邊黑色帽走咗上去嘅馬仲係少爺仔啊，好多浸進馬快車啦，內欄尾五黃衫係起黃區啊，響佢外邊係一定美麗啊，暫時墊後三匹馬上拼上勇天池怪俠啊，包咗落尾嘅馬咧紅衫係嗰只中華勝。景嚟嘅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，美好世界就貼欄放頭嘅，第二位係馬魯啊，第三位內欄加州德信咧，出邊少爺仔啊，中檔第五咧紅色帽係包裝長勝啊，內欄黃色帽咧包裝智威留得幾順喎，再喺外邊咧仲係好好心得啊，後多層啊馬進馬快車啦，攞出嚟一定美麗啦，再後邊先見到天池怪俠啊，黃衫褪咗落去包尾啊起黃區，大外檔係中華勝景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美好世界擠嚟咗半個身位嘅中間。位置馬魯上跟嚟啦，再見到馬林中間穩位追，有包裝智威、包裝長勝，亦都外邊上緊，大外檔係中華勝景啊！最後百零米，美好世界鬥緊呢只馬魯啊，後多層就係包裝長勝啊！再見到大外檔中華勝景上跟嚟，最後一百米，美好世界佔先，包裝長勝越逼越近，包裝長勝外邊終點前，將埋邊嗰只美好世界啊，似乎趕過咗，出邊追上嚟紅衫咧就中華勝景，咁至於第四名。應該係嗰只馬魯啊，咁啊結果呢只美好世界呢度都仲係佔先噶，包裝長勝攬下攬下逐步上嚟，出邊咧就中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